它可以是倔强的雄花，因为这个是挺痛苦的，也可以是优雅的天鹅。白天鹅、黑天鹅，老师们是有争议的。当林黛玉遇上茶花女，我也在读茶花女。当敦煌遇上巴黎，这就是中巴一直在尝试的人物上的。中国芭蕾舞团团长冯英重新调了，带来组合式艺术清单，敬请关注我的艺术清单。本节目由两倍乳原钙，营养好吸收的君乐宝乐钙中老年乳钙配方奶粉冠名播出。乐钙邀您共赏艺术之约，真的是美的心都要融化了。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特别奉献的我的艺术清单，欢迎大家，也欢迎七艺团的朋友们，欢迎四位年轻的舞蹈家。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节目，古典女子四人舞。做客今天我的艺术清单的主嘉宾就是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冯英老师，让我们欢迎冯团。大家好，我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冯英。我听说啊，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身材的要求非常高，有三长一小一高之说。对，这都是三长一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所谓三长，就是腿长、胳膊长、脖子长，然后头要小，脸要小。朱迅老师，你也是具备我们芭蕾舞演员的这样的基本条件，小脸儿、小头、胳膊长、腿长。哇，我冯英老师这么说，我知道受宠若惊。但是跟各位相比，大家请看，这个脖子长的有我两个，就一般人的一个半。
的脖子长、训练出来的。训练出来的是吗？因为肩膀要往下压，头要向上顶。那芭蕾当然更重要的是肢体美嘛，传递的肢体美，甚至在肢体美基础上，然后它表达情意、情感。其实今天冯颖老师带来的这张艺术清单，我特别期待，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一张清单是像您这种神仙组合、是中国的经典作品和国外的经典作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一张清单。我们坐下来慢慢聊。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冯团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艺术清单里就有两个极为经典的作品，《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我知道它既有京剧版又有芭蕾舞版，那时候很经典，但《红灯记》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并没有芭蕾舞版。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您的艺术清单？应该《红灯记》啊，对我的童年，特别是对我的艺术启蒙啊，李铁梅的这个形象对我还是有着直接影响的。我生长在60年代，因为我那个时候成长是在我的姥姥家，在吉林。很多的这个我对于艺术的这种感觉哈，都是来自于无线电、半导体。所以最开始的就是对于艺术，包括《红色娘子军》啊，都是从1967年、68年啊，甚至69年那个时候在无线电、半导体听。您第一次听到《红灯记》是多大呀？应该是6、7岁，就是因为他的唱腔、唱词，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在，小的时候在6岁上学之前，基本上是在这个街道，我参加的这个宣传队，到处去学样板戏去唱，所以李铁梅的唱段，《红灯记》里面，甚至是说李奶奶。啊，李玉和啊，整个的这个形象就是激发我的那种热情，它是有着启蒙的作用。说到那个特别逗，是在镜子面前就自己在那琢磨，就模仿电影上的那个，因为从电视就我家的眼神也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就照着镜子去表演。对对对。那么《红色娘子军》也是，更是听《红色娘子》是音乐嘛。在这个半导体里面，它因为它还伴随着，就有点像过去介绍那个，就是广播剧似的，当当当哒哒当哒哒哒哒哒当哒哒当，然后当当哒滴滴的故事发生在1930几年的什么什么时期，所以基本上属于对我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两个作品对我来说真的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我，《红色娘子军》应该影响着我的艺术人生吧。6岁的时候，您的姥姥，我们北方人叫姥姥，对冯团有这样的评价，说哪有镜子，哪儿就有冯英。那时候经常会找不到我嘛，有的时候到吃饭时间了，然后有的时候要找我的时候，我姥就会告诉别人，你们到哪儿去找，镜子面前你一定会找到他。2岁半开始就那种艺术天分，在镜子面前比比划划的嘛，前自己边唱边跳边说边表演，唱的也不知道什么，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我这么小的一个小步点在那唱，本来就是一个挺好笑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喜爱。所以我老就说的，他就应该吃这碗饭。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那个时代的记忆，而你选择了芭蕾，这个跨度好大，是芭蕾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芭蕾？应该是芭蕾选择了我。我在的那个就是东北，根本没有可能认识什么是芭蕾。那么我应该是在73年5月份的时候，正好北京当时叫中央舞技术大学啊，来到就是哈尔滨招生。其实现在的北京舞蹈学院啊，我正好上文化课啊，我们在上文化课，然后背着手在这样的，可能我坐在那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哪儿吸引他们，吸引到了你站起来到讲台上前面来，然后帮我掰一掰弄一弄，好吧，下一次你要到哪儿去复试，就是这么就被
挑上吧，属于这样，在文化课当中，所以现在也就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那个时候这么大就已经是三长一小一高了吗？还看不出来呢吧？在第一次的说这种选拔的时候还没有去用尺子量，然后到复试的时候，到少年宫去的时候哦，才开始量了，就是那个要下腿要比上身长多少，然后胳膊要长多少，脖子当然不用尺量，但是一般都能看出来。其实我小的时候条件还真不是说特别那种像现在这种苛刻的条件哈，腿一定比那个长多少。我小的时候还是有点方肩膀，然后有点圆圆的。小的时候之所以可爱是有点胖乎乎圆圆的。后面有一个三试的环节的时候，老师说那你会跳这个会跳那个吗？我都不会怎么办？我说那我跳北风吹吧，就是其实电影白毛女，我只是有看过电影那种印象，并没有训练，也没有说没学过北风吹，然后就是看着电影模仿那个动作知道，然后雪花飘，因为雪花飘你总是要从上面飘嘛，就一直这个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一直就在这飘，老师们全都笑疯了。但是恰恰可能我给他们的印象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觉得这孩子可能热爱舞蹈，热爱的要命。老师没有知道的是你是老演员了，还记得刚刚开始真正立脚尖跳芭蕾时候的状态吗？第一次发脚尖鞋，我们同学们都很兴奋，大家穿上了就立，结果没想到就是因为是光着脚穿那鞋是你没法的，所以全部都破了，流血，就第一次啊。然后跟老师说脚破了，然后到真正学立脚尖的时候，老师说破了也得练啊，也得立啊，每个芭蕾舞演员必须是这样的。然后后来老师说你们要穿上袜子，我就记得第一次当我这个就穿上袜子立，然后我们立破了，就那个时候都是棉线袜嘛，现在越来越科学了嘛，现在的演员都要垫上硅胶做的保护脚的那个套，因为练多少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个都不怕，脱的时候是最可怕的，粘在上面了吗？对呀，就是那个袜子和那块皮那块肉不是粘在一起了吗？当往下撕的时候，那种一下刹那间的十指连心的那个感觉。我感谢芭蕾的另外一点就是让我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当你掌握了这些技巧，渐渐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忘却技巧进入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你就深爱了，从不知不觉当中的那种喜爱，然后越来越深爱，然后越来越那种觉得我将来就是有那种励志的感觉，我将来我要跳琼花，那么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乌兰诺娃。真正好的艺术家哈，他会博采众长，他会在其他艺术门类和领域当中汲取自己的营养，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相通的，无论是我来自于京剧的那种启蒙，甚至是各戏曲地方戏曲，其实当时我也是就很喜欢听，在舞蹈学校的时候经常我就会跟我们那个就原来教我们这个来自于戏曲学校的教我们毯子工的老师，他们在看戏曲呀、啊、什么，那个时候我也就跟他们会看，因为会对我就是在学舞蹈的时候那种身韵韵律上面会有帮助的，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内化成自己的一种境界。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初心吧，好不好？ 好，我们今天请到了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丁小军老师带来一段京剧《红色娘子军》。
娘子军呢、啊、真的是跟芭蕾舞有着不解的缘分。我们知道红色娘子军有特别经典的芭蕾舞版，您是第三代琼花的扮演者，前面有两个经典人物，其他的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在内有那么多经典的演绎，我是第三代琼花，放到我肩上的时候我怎么去突破，我怎么打上属于我这个时代的审美和烙印。92年的时候中央芭蕾舞团就是复排了这部舞剧，很荣幸的哈，应该说那个时候是自己从小的一个理想才得以实现。恢复这个戏的时候我太瘦了，就是从形象来讲很多观众有一点点觉得好像他不是，应该是很粗壮的那么一个人物。然后我去到那个口腔医院，然后去做两个那种托腮，这样每次因为这个是挺痛苦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跳舞是要呼吸的嘛，因为牙托套的那个勒的脑袋其实是很疼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角色，不光是从外形上，从歌词当中，从音乐里，甚至是牙托上，每一个细节去打磨这个角色。娘子军他是吸收许多，就是用这个西方的这种芭蕾语汇，然后融合了我们很多中国的有戏曲，其中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武术哈，然后又有中国古典舞的那种身韵这种架子，然后又有那个中国的就古典的像我们那个把子刻的那种，它本身就有一种这种特殊的这种语汇的这种创新，然后从这个整个的造型来讲，它打破了颠覆了原来古典芭蕾大家对于西方芭蕾那种认识，突破性的，对，突破性的带有革命性创新的，这个就是中国的红色娘子军。它不会像天鹅湖一样的城市化的山漠，红色娘子军中的把我们那个技术 for a day他放在琼花最后要参军，然后他讲他那个性格倔强的说他转起来，就表现他的决心，他用在了这个地方都是根据我们的欣赏习惯。我们中国的芭蕾经典红色娘子军，他其实他精彩的你看五段一环扣一环结合着剧情一气呵成的这样完成的。所以当红色娘子军走出去这个应该说到世界巡演的时候，就是你一听音乐一下就热血沸腾的那个现场的观众都是有这种共鸣的。我们的精神来讲，对，就是特别直接特别有冲击力的。我们每到一处哈，不管是到林肯，在巴黎歌剧院，然后在这个那个澳大利亚文化艺术中心，现场观众的那种最后演出站起来那种掌声那种欢呼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感觉到一种自豪。敦煌的壁画给了我们无限的打开这个创作的想象的这种空间。冯团自己对色彩就特别苛求，可能大家会可以从照片上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是那种绿色，后来我改编了吉塞尔哈人物上的这个服装，我全部都给它重新调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分享冯英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组合很有趣？《红楼梦》《茶花女》，林黛玉撞上了玛格丽特。从刚才我们说的琼花到林黛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状态。对于林黛玉我还真的是下了挺多的功夫的，我是塑造林黛玉在先，所以从那个开始看《红楼梦》看书
去找，然后这个就是寄人篱下的这个林黛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她的性格那种孤僻啊，然后那种多愁善感，那这种在书里面很多都是文字的启发，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我只有18岁，对吧？然后对于这个《红楼梦》完全也不是说太理解呢，还所以找很多的辅助的这种资料啊，然后更重要的直接的形象，可能是我还说特别感谢越剧王文娟老师他们塑造的那个，就是徐老师他们的那个哈林黛玉那个，然后我就脑子里马上第一就有了王文娟老师林黛玉的那个基本形象，因为舞剧的林黛玉后面还在，就比如说像陈爱莲老师，那都是后面了，80年代后了。那最开始还是我是越剧的形象对我影响很深的，然后有一些像连环画上的一些，哎，那时候不管是他们俩读西厢的，然后是读那个叫那种《红楼梦》里面那种连环画里的，对我去找人物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红学会，我们有一个陈香老师编剧嘛，然后他去请来红学会的老师给我们讲哈，就这些辅助的，对我来讲，对于《红楼梦》就深深扎在了心里。林黛玉，你要吸收大量的戏曲的那种身段嘛，对，手眼身法的东西。好在小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学校还学过古典舞啊，学过有一些的这种手眼的身法，这个学过一点。所以呢，我呢也特别的投入，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所以你要找林黛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一点自己特殊的方法？我听说你有点带引号的自虐。去找这个角色，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啊，涕泪满脸，就这种感觉，你是怎么找的？其实有的时候每演一个角色都会要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场景当中，特别是过年当中那种找到那种孤苦的那种感觉的时候，自己完全自虐的，就是让自己在那样，就是好像在一个角落当中，甚至在这个床的桌子边上靠，因为外面都有着鞭炮，外面的热闹跟我无关。对对对，就是就自己躲在那个角落里面，甚至是反正感觉看见望在那儿，就有点就是这个去找那个，就是体会那种感觉。你刚才瞬间的那个表情是我不认识的冯音，真就是那种柔啊、弱呀、无奈呀、无助啊，突然。不过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那样子。就是葬花那个词吧，当时一直在脑海里面，一直感觉那种就是凄凄惨惨的感觉吧。当时因为塑造《红楼梦》的时候，我也在读这个茶花女，特别喜欢那个茶花女里面的那个序曲。嗯，因为我是感觉到就在听茶花女的序曲里面，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这个里面有一点点跟《红楼梦》的那个音乐里面它有一点点像。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茶花女》当中的经典片段哦，《饮酒歌》。好，来吧，我们一起来欣赏。Tra voi saprò di
本节目由两倍乳原钙营养好吸收的君乐宝乐钙中老年乳钙配方奶粉冠名播出，乐钙邀您共赏艺术之约。茶花女士，我特别喜欢这部歌剧，然后无数次的听，无数次的看，然后我80年第一次去日本，我就带回来那种立体双卡的那个录音机。然后茶花女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里面，我是从83年从法国回来之后呢，带了那个唱机唱盘，然后就把特意买了茶花女，就是这个歌剧，然后无数次的听，无数次，当然了最重要还是小仲马的这个古典文学作品。当时看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两个人冥冥之中其实有很多他的相同之处，就命运莫名其妙的有着相似的地方，然后咳嗽的这种状态在塑造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俩的命运怎么那么的像。当然还有不同之处，也就是说黛玉还是一个我们中华传统，她可能那种反抗是比较内在的，你像茶花女她是比较外在的，就是她这种融合就是也是带有点探索嘛。这一部《天鹅湖》也是你告别舞台时候的告别之作，离开舞台你会舍不得吗？当然舍不得，可能是冥冥之中，因为人生可能你一直在走一个圆嘛。我觉得我的艺术生命也是这样的，从天鹅湖起，我在天鹅湖结束。好的，那我们分享冯团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敦煌壁画和巴黎歌剧院壁画，提到巴黎歌剧院的壁画，我们就会想到夏加尔的穹顶。我是有幸在82年到83年一年就在这个剧院里面学习。哦，哎，对，然后学芭蕾嘛，然后法国的学派的这个芭蕾，我在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然后因为基本上就要看演出要什么的都会在这个剧场里面，真的是五颜六色，它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和视觉冲击，充满了故事，有蓝有绿有白有红有黄，五色的花瓣，每片花瓣都代表着两位著名的音乐大师。围绕着他们，即便不上演歌剧，很多人都会走进歌剧院去看它，就是日常没有演出当中他们都会去参观。因为这个毕竟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本身它这个也就跟我们就是敦煌的壁画它讲的一些故事是一样的。看过了穹顶，我们再来看看敦煌。敦煌啊，有沙漠里的美术馆这样的美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少数民族的，特别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装扮，头上戴的是高尖的桃形的云楼冠，身上穿的是圆领窄袖的团龙袍，它的服饰是现在我们研究服饰当中很重要的参考。在2017年，我们这个原创了一个芭蕾舞剧《敦煌》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去采风，然后我们的主创编导在那儿其实深扎了3个月呢。当他们带我们去到洞窟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当一进去的时候，然后又被千年的那种之前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些绘画，那个时候他们的那种颜色的运用然后那种图案出来的那种图案，然后表达出来那种震撼力，你进去之后哇，那个的让那种惊叹，我觉得叹为观止啊。
走进洞窟的那一瞬间，心中的激动我也是永远忘不了。我们心中那个敦煌，我们心中敦煌有你们人贡献，有我们中华千年灿烂文明敦煌壁画雕塑，什么彩绘，甚至是可能背后有那个岩石岩出来那个色彩等等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敦煌，从这个色彩哈，这个整个感觉，当然我们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的造型设计和服装设计的老师，这个张素平老师，然后共同大家探讨了之后呢，就基本上锁定了一个什么，基本接近北魏时期那个色彩，它并不是盛唐时期那种金碧辉煌，可能黄色特别多，但你看北魏因为比较适合芭蕾，我们的表演，因为什么，他们就是从那个你看绘画当中，它一个飘逸不说吧，它更多的从那个线条上来讲，你们看，你们去看北魏时期那更加清瘦啊，清细纤细，所以从色彩来讲，可能我们更加靠近着这个时期敦煌的壁画，给了我们无限的打开这种艺术这个创作的想象的这种空间和借鉴。我们很多的是双人舞的啊，飘在上面然后抛起来，它那空中飘逸感会更强。你看嘛，因为张树平老师他有个理念，他们身上那个飘带是天空飞来的丝绸，然后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简单的缠绕一下就可以了。它既是画卷又是立体的，嗯，哦，那真的是惊艳。这就是中巴一直在尝试的，用艺术语言芭蕾去讲中国故事。对，中国的芭蕾人吧，应该讲也不光是我们团，你像上巴他的白毛女哈，然后中巴就是一直从70年代大家可能都熟悉了，就是这个沂蒙颂啊、草原儿女啊，甚至后来的祝福啊，甚至我刚才介绍过的林黛玉，其实在想用西方的芭蕾语汇怎么讲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和怎么如何表达我们情感，如何大幕一打开显现中国的力量和中国的风采。其实冯团自己对色彩就特别苛求，就甚至有一点较劲，他就是您的同事跟我说啊，就是他出门口罩衣服啥的这个配色都得配上，而且自己跑去这个布料的批发市场去找布料，自己去砍价吗？当然要砍了，当然要砍了。选料的，因为我们是要大批的，我要做我们就是做一个舞剧做服装的话，它需要大量的嘛。那你不砍，你砍一分钱就能节省出很多钱嘛？对，还要找色彩，关键是找色彩。看似都是红，都是这种酒红，但是酒红和酒红之间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成功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就是在色彩的对视觉的冲击力，就是我们自己比方说我们改编的舞剧，然后甚至我们一些原创的舞剧我都会有，就是一定要强迫的，这儿不行这儿改，然后甚至颜色这儿调这儿换，表演者和指挥者一定要真正参与到服装的这个环节当中来。大幕打开，我们拿两套衣服惊艳一下大家，来！世界芭蕾经典哈，像吉赛尔、天鹅湖，它有它基本的，就是各团有各团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去运用。那个时候人家是怎么穿，什么就是裙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84年我们第一次演，我演吉赛尔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会可以从照片上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是那种绿色。再后来我改编了，就是我们的吉赛尔哈，到整个的人物上的这个服装我全部都给它重新调了，这个呢是吉赛尔女主角，因为那个是我穿的，那个时候那是那样的一个颜色，因为那个颜色也蛮好看的，但今天看色彩，可是因为我是觉得不够那种清纯啊，就是因为吉赛尔她是一个特别纯纯的、特别善良的那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我觉得我比较偏爱，我觉得从人物上来讲更贴近一点，所以就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颜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19世纪初、18世纪的那个，就是欧洲基本上那种乡村的小姑娘，她都会是这花边，也是哎，然后我就把它就是颜色等于是，然后从这个袖笼啊，这个所有的就稍微都就给它调了一下。少女吉赛尔可爱形象吧，她是这个出来了，然后公爵小姐，84年我们那时候演的那个啊，
就是这个女的公爵小姐，我后来改编的时候，我把它就颜色重新制作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是这个样子。也包括设计，我们去找啊，也是就根据当时啊18世纪的那个感觉，这个料子是我们去挑的，去挑的就这个颜色啊，然后还有图案呢，让它能够感觉华美，然后要有立体。真是要符合这个时代的人的审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最喜欢的色彩和感觉。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色系，这两个大家看的一看就是特别有具有这种风格性的吧，西班牙的啊。我85年演出唐吉诃德的时候呢，是那个服装斗牛士那个颜色，它的颜色是裙的这个斗牛士是那种偏就是那种黄，大家看见吗？现在在舞台上是这个啊，就是斗牛士。因为我看过有很多西班牙，就真的你看他们斗牛士们入场的哈，帅帅的穿这种白的小马甲啊，那么这个外套这么一扛，特别帅气。所以我说我把它换成这个颜色，这个上面的造型上也重新的，就是在细节上也做了一些处理。这个是属于05的，这个你看它那个上面前面红的特别多，然后有一点红的宝石点缀。8个群舞是这个颜色啊，所以就有一点不同，就是有点就是色彩上我是比较要需要强迫他们的。我就发现这个成功的人为什么会成功啊，他不放过自己，他不是拿过来说啊那就这个吧，我就穿上吧，他不会的，他一定在颜色在材质在自己能控制的那个部分斤斤计较，这斤斤计较当然是打引号的，因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服装是我们的第二皮肤啊。其实有的时候永远会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完美，一直在追求，永远在路上，无限靠近完美的过程就是你追求的过程，不断的要进步嘛。接下来是冯团艺术清单当中的最后一组作品，一起来看。鹤就是丹顶鹤，我们表现的这个鹤魂是1987年，大家都知道吧，一个真是感人的故事，中国第一位驯鹤人徐秀娟的故事。年轻的生命在23岁戛然而止，一代年轻人他们那种就是平凡的岗位上其实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来，是吧？我们在一幕当中主要阐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徐秀娟当时在读大学要毕业之前的那种同学之间的那种情谊友好那个氛围。二幕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然后就鹤与鹤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华民族的有一些就天人合一的理念，然后有一些想法全部都给他想表达出来吧，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鹤魂的一个舞剧。当时演完了之后呢，确实就有一些评论家或者是有一些观众评论的时候就觉得，哎，它不是有点像中国的天鹅湖吗？其实故事并不是天鹅湖，但可能它跟就是鹤和天鹅来做了个比较吧。因为天鹅湖当然是永恒的经典，但作为我们来讲，如果有人这样去讲的话，那我们特别希望真的有一天我们起码是像天鹅湖致敬嘛，向古典经典的作品致敬。您是多大开始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天鹅湖的？我是1978年，那个时候已经在北京舞蹈学校了，然后经过2年吧，我们不断的这个排练啊排演，到79年我们作为毕业剧目公演的。您说这个天鹅湖是大家的毕业作品，但是您差点演不成。那排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因为对我排演就是白天鹅黑天鹅，老师们是有争议的，有的老师就说他黑天鹅一定完不成，所以呢就激发了我反而就是夜里去练，然后周日自己去到教室去练，就是我这个傅艺的技术完不成，我呢加倍的，比如说在台上要用32个，那我76个转，就转到就晕啊吐啊，然后这个为止嘛，就一直在转。然后像那个就是有大跳不好就爆发倒踢 body shot 那个，然后就上百个练嘛，无非就练嘛，就是自己在那不停的在跳10遍20遍的在跳呗，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发疯嘛，所以就一直这样，哎，
结果到审查的时候，然后后来演出的时候，那我在毕业演出当中比他们那几组都演得多。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我的成长经历，我都觉得我很认同的一点就是，你要比常人付出更多，你才能够得到你想期待的一个结果。台上所有的举重若轻，在台下都是有你吃不了的那个苦。毕业时候的作品，这一部《天鹅湖》也是你告别舞台时候的告别之作。我觉得是，可能是冥冥之中，因为人生可能你一直在走一个圆嘛，从最开始孕育生命的孕育，完到说生命的结束，你其实在走圆。我觉得我的艺术生命也是这样的，从天湖起，我在天湖结束，是1996年6月20号，就是作为一个整个的舞剧完成的时候，于那天啊，作为我挂靴啊，然后就是退到后面。十几岁时候演《天鹅湖》和30几岁演《天鹅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了，生活的阅历、艺术的积累。最开始登台17岁演《天鹅湖》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紧张，因为毕竟还没有拿捏自如。因为真正一个演员成熟了，还是进剧团之后，经过就是可能最成熟的时间，我自己我说啊，25岁到35岁是最黄金的时间段。所以17岁还是一个刚刚进入舞台，然后你懵懵懂懂，还是很就是现在说的都是青涩，然后只是技术可能能蹦能跳，但是艺术的表现力上，你那种差距是一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积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熟，然后拿捏自如的时候，你越来越觉得魅力无限的时候，就是我要退下来的时候。但你什么都懂了的时候，要离开舞台，你会舍不得吗？当然舍不得，现在我都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深深的那种眷恋，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没有过瘾的，没有完成的，然后甚至是特别觉得，哎呦，我怎么生不逢时呢？感觉我很多角色我没有演过的，比方说像刚才说的那个插花女，我很喜欢，我没有演过啊。像现在我们团那些年轻姑娘们演绎的这个什么小美人鱼啦，像什么这个奥涅金啦，罗密欧朱丽叶啦等等，就是好多特别好的世界芭蕾经典都没有演过，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看着的时候还是很羡慕他们现在的年轻人的，也总是觉得哎呀，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点遗憾嘛。可能正因为这种遗憾，你会把更多的心思会倾注到整个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建设中。这十多年来，我特别努力的想去争取更多的世界经典，让我们的年轻人都能演绎到。我在舞台上演绎了17年，我也不过就演了10几部戏，但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在进中巴也就8年几年，但他们已经演了10几部戏，甚至还有不同的作品，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应该是赶在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真的是好的时代造就好的经典，成就更多的艺术人才。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精彩的节目《仙女号角前奏曲》，我们一起来欣赏。Thank you.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回顾一下冯团艺术清单当中的每一个作品。冯团，签上你的大名。冯英，我的艺术清单。希望大家走进剧场，走进剧院，去感受芭蕾的美好。谢谢冯团今天的分享，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冯团，特别好。谢谢你辛苦了。谢谢大家了。红旗肩上扛，结果先烈手中枪。我妈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就抓着我手不让我走的时候，我甩开她的手，然后向火车上跑去的时候，这个好像就昨天的画面一样。就是好像心里有一种什么在，就真的是像在召唤我，就特别兴奋的那种。我喜欢跳，我喜欢唱，我喜欢表演。你就站在八字，吸肚子，然后这块往下压，然后你的手松弛的，然后这儿再往上，你感觉有自己有没有向上两头拉的抻长的？我马上就要飞起来。